当我凝视托加斯，都会感受到有一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回望着我。风险越来越大，但我们不能退缩。没有目标，
靠近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把他交给我吧，你已经见识过他的能耐，在他坚信自己的理想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，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。很好，既然武器也到手了，接着就是要好好打磨他。Thank you.
所有商品都能出价。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离得太远了。再靠近一点，我需要目标，
现在没有目标。
没有目标。没有目标。猴行者，你迷路了吗？唉，黑暗蠢蠢欲动。是谁闯入了我的地盘？提高警觉，他感应到我们了。期待下次光临。力量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需要目标。这场折磨总算结束了，我受够这个地方了，我们走吧。猿猴还记得，感觉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，已经逃离了炎月之主。没错，记忆变得更清楚了。甬道石，我们逃脱的关键。我原本以为暗影之境这里到处都充满着黑暗，还有地方存有希望，真是愿我所有先祖的灵魂都能在和平舒适的国度中安息沉眠。我们要一同对抗黑暗。我的朋友啊，索尔，赞美大地之母，很高兴你回来了，兄弟。看到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，索尔。我立刻传讯给阿格拉和摄政王。情况恐怕不乐观，贝恩和我都清楚炎狱之主所带来的恐怖。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一切，经历的折磨。暂时别去想。至少，现在不要。